升上设计师之后，就变成美发界的林志玲，没想到是变成美发界的钟欣凌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琼怡，我是一名小小的美发设计师，我还有另外一个称号是美发小姐姐，听起来对我来讲是一种伤害，让我的自信心越来越薄弱。那也因为是设计师的关系，晚上下班的晚，所以也吃得晚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棉花糖的体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直到客人跟我推荐了一款瘦身神器竹桃仙，看到它的成效，瘦得如此的苗条，让我也觉得我也可以做到。今天起了一个大早，准备去医院做体检，来试试这一个月的减肥计划。这是我的体检报告，我现在的体重到达了68公斤了。之前也有试过一些其他的减肥方式，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持之以恒下去，就让我们这个月来测试看看。今天是我吃糖仙进挑战第30天，现在要回医院验收咯，好紧张哦。营养师跟我说，我已经瘦4公斤了，所有的指标全部都下降。其实我的理想体重是瘦10公斤，那我相信其他的6公斤对我来讲已经不是问题了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也谢谢竹糖仙让我这么轻松的瘦下这4公斤。糖仙募集千位数人见证，试用包免费索取，24小时保证有效。我都瘦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